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拿大苏黎世的一个小镇社区 Gareford。Gareford 有很多这种长租的公寓楼，我今天呢就在几个有特色的公寓楼里面开车，然后试拍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加拿大这个长租的公寓楼是怎样的一个情景。这些公寓楼在150路这个边上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出发。